你在吃什么，依依？没有。嗯。没有。很好吃啊。好吃。哇。依依，你后面有一个阿妹妹。他在做什么？他的椅子怎么弄那样？那个是玛莎与熊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他要来治病呢。你用在耳朵听听他的声音。对呀、啊，啊，还有一边，还有一边，嗯，还有用一边耳朵，你要拉起来看，那一条线啊，那一条线啊，对呀、啊，我那个卡住了，在另外一边。这个呢？不是。在另外一边。